世事难料，幽默政治动画，公孙乐制作，纯属虚构，情节与人物如有雷同，欢迎对号入座。去看看太监们都在做啥？喂，大大小小的太监都哪里去了？怎么连只狗都没看到？皇上说要节能减碳，大家都不敢吹冷气，但是太热了，所以都跑去大卖场吹冷气啦。是呀，简直像烤箱，我也赶快去麦当劳吹冷气。哎呦，真的世事难料，原以为狗当道之后我们雪貂会转大人，没想到那狗宣称它是无毛狗，不吹冷气，吹喇叭大队就不准我们吹冷气了，结果我们只能突变成南瓜头，世事难料，自求多福啦。我就说嘛，世事难料，你看又闹水灾了吧，这回土石流灭村，你们这些死老百姓就自求多福吧，没选票压力，你们别想要看到寡人鞠躬十秒钟的道歉画面了，谁理你们呀，世事真的难料吧，笨蛋。